Thank you.
Thank you.
猜的没错。因为印象深刻，时不时在我脑海里闪现，已经熟悉到即使真人不在身边，没有照片也能凭着感觉描绘出来的程度。其实也有考虑到整体构图和传达思想意境的成分。嗯，那个，帮我拿一下紫色。Bingo！ 终于画完了。
这叫君子爱时，取之有道。故意的。哎，差点走神，被你钻了空子。没什么。抱歉，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